Radio 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十三名武装分子撤离东古塔，俄军保证其安全。死硬派要战斗到最后，不管是俄军还是叙军，都一直希望能够在尽量减少自身损失的情况下占领东古塔地区。现在在东古塔盘踞有多股武装分子，此前胜利阵线已经拒绝了从东古塔撤离的提议，表示要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人，但不是所有的武装组织都打算这么办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心主任尤里耶夫·图申科向记者表示，13名武装分子已经通过位于 MUHNYNMPLWAFVDIKN 居民点的人道走廊离开大马士革近郊的东古塔地区。这13名武装分子属于黎凡特自由军，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，与其家人一同乘坐俄军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巴车离开了东古塔，准备前往伊德利卜省。与此同时，黎凡特自由军还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数百名该组织成员，允许其同家人一道前往伊德利卜省。这只是一个试探，如果叙利亚政府军满足其要求，黎凡特自由军很可能会全体撤出被包围的伊德利卜。这不仅大大削弱了东古塔地区武装分子的总体实力，也有利于叙军减少伤亡。叙军目前面临兵源短缺的困境，最新战报，叙军已经将东古塔地区成功分割为三个地区，其中一个地区就由黎凡特自由军控制，一旦其投降，无疑将大大加快叙军作战进程。在叙利亚内战中，为了避免自身伤亡，尤其是在巷战中的高伤亡率，叙军经常在包围对手后，在猛烈地火力轰击后留出一条通道，允许对手在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撤走。这也是叙军能顺利控制大部分叙利亚领土的主要原因，在东古塔也不例外。不过，这些离开的武装分子通常会再次武装后走上战场，而在东古塔也不是所有的武装组织会在叙军监视下离开，征服阵线一贯作风强硬，此前曾多次拒绝叙军此类建议，这回也不